我一定会比明珠更较早成为一个走三叔。其实我找你是有一寡代志要甲你讲啦。你甲阿五结婚了后，咱就是一家口啊，免惊这个身份嘞。我大你要十岁呢，咱安尼做伙，敢惊别人讲野话？啊，就欠卡布真好。你真正做无路用的呢，要开钱就来找我讨。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八点，生生世世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。